这是要出第一人称吗？8月3号的官方爆料中开始又是第一视角，联想到前几天爆料的视频，半安着战斗场面过程也全都是第一视角，难道说第一人称真的要来了？破晓组织有7位成员，官方非常大方，一次爆料2位。第一位，半安着武士巅峰第一武士，非他莫属，破晓武神，四条胳膊两条腿，手持3把武士刀，3刀流。第二位，我勒个乖乖，这就是破晓女神吧？不知为何，小趴我看到她之后，整个人突然硬气了起来。从此我在明日的目标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加入半感染者，向我的女神发起冲击。你们都不要跟我抢，她是我的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记得7个人里面还有一个小萝莉呢，这怎么办呀？是要女神呢，还是要萝莉呢？你怎么选？